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鱼塘边了，这口鱼塘距离马路还是比较远的，等一下扛鱼的话可能会扛得比较累一点。啊，给自己抛开了啊，抛开啊，我知道这口鱼塘宽度不宽，但是长度很长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口鱼塘的水深，已经骑到我腰上了差不多，这口鱼塘还是蛮深的。我们去帮忙下网。这些鱼都是有轻功的，现在跳起来都是鲶鱼，这些草鱼是在网底下，等一下我们收网就可以看得到草。这些都是山泉水养大的草鱼，非常凶啊！做大就小人通气，没有没骂你，没骂你呢，没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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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家几多点么多皮啊？得唔系咁无？你家要几百公斤？啊！你钱你几啊？加贵啦！你重做你，你做咩啊？你系百公斤啦，你啊？你啊，这个平啊？这条路啊，我一条还是该够条？有啊，来龙，来龙，一条，有没水？绝对自然。鱼塘主说、啊、他有一看见有一条十多斤的，我们等一下收起来看一下有没有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么大啊。是猜太阳的红两个啊，怎么我这又长哇哇，这条有十多斤，跟着就去了。哦呦呦呦，好了啊，慢点啊，这条有十多斤了。那不要打吗？打吧，他留来自己吃鱼塘的。嗯，你先动了哟。好，没怕就他不走。嗯，那不怕就去逮这一条。哎，不怕他们剩下。现在先扛出去测一下重啊，现在。我们现在过第二遍网。第一网的时候打了140斤鱼啊，鱼的个头是很大，但是数量很少，有很多漏网之鱼。我们第二遍看能打多少斤鱼。
种地方我不会啊。开始加铁，你那你那是加铁，你那是加钢。你那边本地的那个，这种不大一个，你可以做。你这种小排骨哦。还有炖葱油。小排骨就不。我是锅不会放大方的。你跟那有啊，六五单分那有谁说？我在。我们现在第二遍网已经收网了，数量也不是很多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发现更大的货。有更大的，都是这样的。你不太冷的啊，因为你也就用两个大的。我也不太冷的。你别这个是不爱的。哦。哎呀，俺太贵死了，打死又是我给喽。又是我给的。妈，我现在这条是随便是我给来，俺一刀条摆给条嘛，你这个。等下来，等下来，等下做好点，我同做，你放心。我玩玩玩之前做受伤了。这草鱼非常漂亮。三只人问我哦。亮我跟眼坤。亮是非亮。有一条很大的鳞鱼啊，在那个底下。有鳞啊，我们找一下。看一下，这条鲮鱼个头非常的大，打了这么久的鱼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鲮鱼，这已经超越那个罐头鱼那个大小，罐头鱼最多就这一半大。哎，这干锅面的，妈妈就面。